欢和小朋友蹦蹦跳跳。爸爸听我说，妈妈听我说，我也喜欢和你们打打闹闹。我们家，我是唯一的宝贝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都很喜欢我。但是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的事是什么吗？那就是跟你们一起开心的玩。哦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你对我好，我心里都知道，我学学这个学学那个，忙得不得了。我的烦恼又有谁能知道，学的太多学的太早，消化不了。妈妈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妈妈听我说，我喜欢和小朋友蹦蹦跳跳。爸爸听我说，妈妈听我说，我也喜欢和你们打打闹闹。爸爸听我说，妈妈听我说，我喜欢和小朋友蹦蹦跳跳。爸爸听我说，妈妈听我说，我也喜欢和你们打打闹闹。